以为我的游戏卡住了，吓死我！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他没有飞嘞。所有的巧合都是命运的必然。请求集合。帅哦！请求集合。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！别冲了，退了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别攻别攻，纳克罗斯好了，纳克罗斯好了，我吃他一只小野了。这个别攻，哇，你紧张昏体，哇，纳克罗斯如果在这边你就死了，你还敢刮出去啊？我直接开吃欸，小心哦，正在路上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也是太久了，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彼此依靠，彼此依赖。开始撤退。靠腰欸，困住敌人了，阿纳克罗斯可以飞出去，靠腰。哇，不能关有位移的啊。有没有觉得这版本辅助真的太重要了？你要看版本特性啊，你知道吗？这版本辅助真的太重要了，所以。你一直抢的角色，如果摆去辅助位的话，自然就会很好赢，因为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打辅助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辅助明明就很简单。对啊，有位移的不能关啊！我已经测试过好几次了，第一次关是有成功的，我发现应该是他操作失误，后面关都失败。所有的巧合都是命运的必然。站起来，揍杀 ，nice， 双 buff 给输出位，
小心草丛。完蛋，这个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。弹起来。玩辅助我死没差、啊，而且我死了梦梦还会狂爆啊，我就一直往前冲啊，然后再把它弹起来，他们就很难受了。我觉得辅助应该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梦梦他死掉会狂爆，所以应该要让一下是宝石那种死掉也没差的那种位置。烟线也可以啊，刚有人说凯撒路嘛，凯撒路，可是他凯撒路有可能会被暴打一顿哦。你海龙王开太快了吧？没事，塔推掉就好。看起来总裁又多一个玩具可以玩喽，菲尼又多一个玩具可以玩喽，需要我教他、啊，我来教他一下辅助。明天跟他讲，搞不好等一下他还在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教你一下辅助。”这个要给我吗？注意哦！真不愧我在照顾你。谁塔、啊？梦梦。哎呦，梦梦不会优先被塔击杀哎！哇，梦梦打塔还有磨伤哎！看你太猛。看梦梦有点猛哎，梦梦还可以拆塔。哦，你走错路了啦！弹飞，再打。买啦！你拿妈的！萌萌怕戏，好不好？萌萌刚刚这样，你打我的一下，要死我！巨人呢？搞岔了喂！这么大只插在一下身上，一下受得了吗？扛不住啊！太痛了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凯撒路很多角色还是怕、啊，你只要能够切到一下本体的，那凯撒路绝对被压爆。辅助位应该是最好的。大人的世界真的很复杂，也没有到最好啊，反正这角色基底强，然后走什么路都可以了。就跟当初刚出的拉兹一样，乖起来。哦，金娜真的是被我屌康特哎，金娜。台中比赛，我要参加吗？不一定啊。看情况，这是辅助好猛，提高一筹。
一开始两等直接带一个梦梦过去打一打野，打野通常都爆一半。前期的梦梦谁打得赢啊？就算你真的要跟一下硬换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算跟真的要跟一下硬换，那个梦梦还会跟怕死。我输出打得跟中路，哎呦比中路还高哎，高一点点。